三 Studio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传说对决。今天是传说日。耶！反正你要离爆大家真了，的，哇！你怎么按到退出了？对不起，我第一次玩传说对决，啊，真假的？第一次拍了，那我们就来准备。来雷爆大家吧！哎，有我的照片，没关系啦，没有人看出来是谁的啦，你又看不到我的嘴巴，真的。有个那边，你在干嘛啦？准备。路太烂之类的。还是我先用特兰纳斯。他为什么一直写限免啊？这明明就是永久的。绕人。有人用木夹子。我超多限免的。那谁啊？林地。为什么你超多限免？战士不足，缺少坦克。我有很多神奇的体验卡、哦，他们几乎都有那个，都有。走，我走上路啊！哎，上路只有我啊！告诉我下路啊！救命！我不要，我不要走上路，我放弃上路。嗨，你怎么还叫洋芋片呢、啊？我还没改。哎，他去，他要打卡，快点！趁机在打卡。看，有那、这个五轮的，我记得。啊，我要死了！哦，我是 first blood 哎、欸。我是。然后我一直在打，你要不要过来？啊、哦！我要死了！哦，墨家爵，捡什么头啊？搞什么？那都我在打，真的是搞什么啊？小冰冰。啊、哦，你在下路对不对？对。最让我恐惧的是未知。真的，我理你。哦，这死木家爵，你在剪头干嘛啦？在那边。我讨厌木家爵。哎，这个塔都快爆了哎！哎，走，哎，走下路，走下路，走下路，去下路，走下路。真的。啊。我看到你一直在往上走。对。啊、哦！我一直被打的。哎、欸，他们所有人都聚在下路啊！啊、哦，我死了。你在哪里？我在下路。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哦。啊！啊！我放空招哎、欸。还晒。大声死了！哇，我死了！行了，这是你的塔。好啊，我也在上面。嗨，我们来拆塔。我们我被，你刚刚被打烂，你走。哎，不不不不。哇，好凶！回避。进去进去。打打打打打。打爆那个塔，赞哦！我们的进展不错。好，进去，进去。好，进去，打塔。狂热对打塔有用吗？我不知道狂热对。好像有哎、欸。哦，好啊，赞哦。那个，啊，好痛哦。好像阻止了。哎、欸，有蜘蛛啊，蛛丝，蜘蛛丝。那我来打野好了，等你进来。嗯。对吧？哇。他们那里也有人很强大。他们那里比较多。我等你哦。我还有16米。好。闭嘴啦！我打过来。哦，我们先怪好看。你都海上了，对吧？对。
我看到你了，我看你在他前面，你要从他后面打。我要打他屁股啊，乱打屁股不是最痛的。那你来随便打。为什么会更痛？哦、oh. ，哪有他还满血？他满血？对啊。我哥防盖都满血了。嗯嗯。然后我打到这个鬼东西。我打到这鬼东西。嗯。他好弱。对啊。他挂了能干嘛？敌军来了！哎，我差点杀他哎！哦，你还在说。哦，放我放空招，我要发起投降。呵呵呵，结束了。杰儿去那里干嘛？他不是有投降证吗？我这一下。Double kill！ 啊，我死了。嗯，好吧。不然你会投降不信，难道赢吗？好吧，今天这就是菜鸟玩传说。喜欢按喜欢，若不喜欢没关系，改一下喜好很快，五分钟，然后再按个喜欢就好了。耶、yeah, ，传说日，传说日，我们雷爆大家。嗯，然后红在线，我们也许会找他玩，也许不会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。大家拜拜。